井上开花，难度四颗星，限时六十秒，将乒乓球投入队友头顶上方的筒子中，达到指定进球数量即过关。Are you ready? Let's go challenge!欢迎绿队，好，绿队呢要第一个上来玩这个游戏哈。是，其实我们录了三个月嘛，大概一季，然后发现每个人懂的东西或习惯的东西或拿手的都不太一样，都不一样。有的人看起来文静哦，结果他就可以哇丢那个球就很快，就很准。哎，有的人看起来像业务员，这样哎一抛哎就进去那个圈圈就进了。哎，可是我蛮看好马克玩这个，因为你有在玩篮球嘛。是啊。可是那个投篮应该是你平常就有在练啊。哎，我也不这样觉得，可是刚刚试了一下。好像没有那么容易。你嘴巴可以进乒乓球，好脏啊！你真是好。现在呢，一分钟要进25个才有机会。25颗，哎，先拿到3万，25颗才会有机会变6万。好，可是呢，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，进越多，把那个门槛拉高，后面就很难超越。对你最少还有1万5。对，能进几颗进几颗 ，OK。好哦，所以马克负责丢，正熙负责接，让我们为他们加加油，请就战斗位置。加油！1分钟。开始。他采用了蹲下的战略。OK 啊，只要脚步一动，身体都可以动，高高低低都行，蹲着也行。不要动，还是不要动。对啊，1分钟。啊。而且这个角度好丢嘛。会不会抖？会不会抖？哦，1颗。好。可是我们要25颗哎。有了。2颗。要抓到那个手感。不错不错。抓到手感，然后就重复。对对。可是看来没有。哎，对不起啊。感觉正熙的脸都快被打肿了，要不要换种策略啊？你确定这样是好的吗？30秒，很坚持啊。这个策略是对的吗？因为之前没有人这样蹲。3颗，对，我第一次看到他们蹲下。对，之前没有人这样用蹲的。20秒，3颗而已。哇，但也很难讲，搞不好3颗就赢了。对，搞不好后面的1颗都进不了。好，你们后面不要进，你们后面拜托不要进。8、7。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好，最后10秒又抢进了1颗。哇，马克！抢先抢疯了。你为什么要教他用蹲的呢？你那么高，你还怕吗？对不对？会不会站着会好一点？你站着丢个一球，我觉得你搞不好站得还比较好。对啊，而且他脚会抖嘛。你我们没有看过这样玩。对，试试看。哎，好，结论是马克的问题。结论是我的问题。他一直篮外空心呢。没有，我知道了，这个球太小颗，他都玩大颗的。怪我们就对了。对，好 ，OK， 马上欢迎第二组。第二组呢就是红队，加油！加油！倒数3秒，各就各位，计时1分钟，开始。哎，我不懂为什么会拿高的人来戴安全帽啊？对呀，怎么会是高的？哎呀，对，而且还反弹出来。哎呀，对。哎呀，4颗，感觉很难呢。4颗就平手。4颗，我这样这么低，低还高。来来来，可以哈。可以什么啊？可以，一颗都没有。我这高度可以吗？根本不可以。要不要换策略啊？换策略，低一点。今天我们奖金组参赛者都耳朵很硬呢。哎呀。六，越来越紧张了。30秒，完了，20秒，完了，20颗就赢了吧？来，这可以的，这算了。对，你算是应该的，完全没有，是不是？6秒，完了，我记录了。罚站了，我不敢动呀！我第一次看到摄影师拍到在抖，他一直笑。对呀，我要以后来参赛，我们要先做视力测验啊，这种乱视的啦、斜视的啦、闪光的都不要来比赛。到底蹲的要不要动啊？你可以去接啊。以前我们的选手有人会动，有人会用头去找。
不是等。焦哥，我真的觉得你安全帽拔下来，你让婷去戴，我真的觉得怎么会让高的人戴这个呢？反了是吧？对，试试看好。好啊，来啊！对啊，我觉得会外晒，会外晒，试试看。对啊，太扯了啦！你在那边很丢。一个都没有，你四个就要赢。对啊，我想算破纪录了，这样子对。你踹一下好不好？对，你踹一下，你踹一下。对，你看。对，所以你看，他有投，他有去接，他有去接，他有接吗？他有去找你，这样，他去找那个接，对不对？就很像乌龟啊。哎，用你的头，这样你的机会多太多了，你看。所以你们懂，你们都懂了，所以我就跟你讲，马克骗了。对，我跟你讲，真的就是高的丢低的会。可是我接的还不错哎，这样子。对，重点是你会接。要死死，不要死死蹲在那里。哦，要接对不对？你们都被那组骗了。好吧，被马白熊。因为之前我们没有这样子定在那里等。嗯。哦，那你看你们失败啦。好吧。零分。留下历史记录。真是烂死了。以后零分的我们要收服务费。回家回家回家。接下来是恐怖的，就是黄队。对。黄队今天有点慌张，可是他们刚刚吸收了两队的精华，搞不好有出乎意料的表现。经过我们讲解，也许他们有。我们上次玩过。你玩过？你玩过？上次几颗？九颗吧。什么？什么？对，他上次是过关，但是各位，他那个时候的球数要求比较少。算了，这跟我们无关了，无所谓。现在只要老规矩，解释一下，对不对？对。四颗就是平手，五颗就15,000入袋了，所以。啊，门槛很低，好，25颗30,000挑战6万，对，但这应该不可能了，好，来，请就战斗位置，请9颗的白熊，看能不能挑战25颗，对，加油，来就位，来就位，快快快，开始了，快点快点，好，哎呦，哇，哎，脱身了，百发百中，哎，前4颗5颗了，25，25，25，哎呦，哇塞，他这才叫扑了。可是因为现在里面越来越多，他的反哦，对对对，他球太多了。因为我们有扑那个嘛，但他前几颗都很对，好会丢。哇塞哦，满颗满谷的鸡蛋已经超越绿队了，首先已经超越绿队了，接下来挑战30,000元，剩几颗了？我不知道。14、15，回到家16，好厉害哦！水会蛇吗？加油加油！哎，越多20秒，快点。这一季以来，我这一集叫的最爽，你知道吗？太恐怖了，白熊。我们确认一下，起码先赢了绿队哈。明显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4颗。21、23啦。23。差两颗。是不是差两颗？对，我重数一次，我重数一次。怎么会这么过分啊？差两颗哎！所以代表这真的25颗是有机会达成的，是有机会的，真的。哎，掌声鼓励一下吧，这太神了！哎，这到底是接的厉害还是丢的厉害？接的很关键，接的厉害。可是我觉得他丢的也挺准。对，会痕是很稳的丢，会痕有几颗是空心进去，对，抛物线，对，对不对？但是因为后来越来越难进了。因为它球满了，对，这个罐子快满了，所以有几颗就这家练多久了啦？弹出来，这个家怎么练？这没有练啊，这家怎么练？不可能练，很可惜啊。后来因为有满，快满出来又弹出来，太厉害了，23颗真的很了不起哈。所以这15,000实至名归了，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所以我们也隆重的宣布啊，有季冠军门票那一组1毛都没带走，对，反而是另外2组都各有15,000啊，他们只拿到一张空头虚名啊，空有名声，对不对？好啦，季冠军要加油了，哦，今天没有拿到奖金，不要哭嘛，马克，没事，待会回来 lucky number 人人有奖 ，Are you game？ Yes。